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哦，好险。来，那谢谢校长哦，给小朋友勉励啊。那哦，校长跟我说话，我很帮他翻译。我们没有，我们是班长。然后好，校长，那你要怎样？然后校长说，小朋友很多话，那老师要示范，对不对？其实校长是老师在七小国小，其实算是最支持我的校长。但我你我都知道老师很高管，稍微你应该更了解我很高管，对不对？高管你好高。所以呢，那老师呢，其实不晓得校长记不记得这一片呢、啊？哈，这片黄别片，这片黄别片，现在还在留着吗？留着。如果不见没关系，我档案都还有。我早上本来要把这片，这、就是校长来七小国小的第一份礼物，是由我做的。那是因为校长刚来的就职典礼的演说，老师把他录下，他把他做成一篇送给校长。那本来想要也是再送一篇，结果发现那篇不能读，所以我回去再。可是呢，我有做另外一个东西，既然我们要有始有终，一样是一篇校长送给你的，他送给校长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还有校长，不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，上次没有给你，是因为我们有今天。这两个手工皂，这个是豆浆的，啊，这个是左手浆，对，这个手工皂，啊，后面有说明书，对，啊，你送给校长，好，谢谢，这里谢谢校长，好，谢谢，好，那老师等等哦，那接下来就看我们大家的表现喽，来，校长你请坐，我们小朋友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，好，好，来，我们的小市长，啊，他有点生病了哦，来，过来吧。Thank you.
看看他这个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你要给家长看一下是什么吗？看这张书就可能自己亲手做， okay, 你可以拿一个给家长看一下，好，里面也是类似的。这边呢，你的手臂，你手臂有拿一个给家长看吗？好，你又拿了，藏在裤扣子。
这边是吃选。就你要大声哦，妈妈在看你的改变哦，妈妈特地来看你的改变。我要听到哦。对，妈妈要听到。我可以先打岔一下，因为你跟我印象真的很小迷糊的个性。我印象最深的是跟柠檬老师，我们去那个佛光山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记错时间，那次还记不记得？我就叫我请车子先走，然后我去你家接。对，然后他迷糊不知道这个事情，我还为了他，然后我自己开车，然后去追那个游览车，好像在关庙街道，所以我就觉得他有点可爱，迷迷糊糊那种个性。有点像妈妈。叫他出来的时候还在那傻眼，说怎么想到在这里接他？那时候怎么7:30才要出关？你7:00就来了，再来一次哈。这也很可爱的个性啊，好看。哎，等一下，妈妈说没有听到。哎，等一下，峰峰有听到吗？峰峰，有听到吗？峰峰有听到。嘴巴没有张开。
来，对。我是超级大嘴的。谢谢校长这六年来的陪伴与照顾，你每天都在学校门口都很开心的欢迎我们。我们去毕业旅行的时候，你还特地来看我们，还带了点心来给我们当宵夜，还有我们去海参崴的时候，你还开了一整天的车，一定很辛苦，谢谢校长。所以我画了一幅画要送给你。他给他介绍一下。哦，你好，对，我有做分享东西，对，龙猫的，对。哦，他好像啊。对，这是卡片送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校长起来讲课是自己做的啊，我会永远留着，好不好？嗯。看他是少年，说他没看到，他想看他是什么。好。看到这个想要有。好，开始了。习惯。哎，我讲的啊，我讲你啊，帮我时间又忘了。
发自真心说出来，先说一个哦，校长，你在这上面可以摔一下。我发现你给我那个光碟片，我发现七年来我真的是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？你猜？要不然就肚子吧？不是，好险哦！头发，头发来争高位。好了，我们要帮你争取的二十秒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这么多年来，真的很感谢校长对我们清扫的同学们的照顾，校长真的很亲切。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他忽然间跟我说他要离开我们，我真的很想臭骂他一顿。校长说你骂吧，赶快骂得越凶就是越舍不得啊。为什么不跟我们讨论一下呢？这么冲动。可是，毕竟校长有他自己的选择啦，所以我们也只能祝福他，希望他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过得更惬意。好，谢谢。你有觉得今天被我们骗了的感觉？要不然你每个人都就我印象中，就是指挥开始其实都是很想内向，然后把他的自公司做完了，就开始就电线杆那就放台机车，对不对？我印象中电线杆就放指挥台车，然后弄完了就咚咚咚就走了，这是我对指挥的印象。所以今天有可能是我们听到那个幼女妈妈讲最多话的一天，没有，然后把握这个机会，对。好，来吧，我们的幼女妈妈。谢谢校长，因为小朋友他们要外出的时候是你开自己的车啊带他们出去，我觉得校长很好，很热心。还有我觉得校长我看过校长最亲切的，别的校长很严肃，所以我看校长最有笑容，最好的校长这样。谢谢校长对小朋友的关心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这好了。对啊，他可以用粤语说，然后你让他直接帮你翻译，对，他会帮你翻译。他超懂，超厉害的，他会翻译。你怎么知道？他骂得更凶啊！哎，一点我们也认识好久了哦。中了中四到十四年，对啊，4年，七年啊，也都是七年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你现在来一下，他整天。来给我们，不行啊，这种声音录不进去啊。我要的是要紧张哦，我帮你翻译。不要了，我听。哈哈哈哈哈。他说他不存在。哦。关心的孩子也很谢谢那个义工团，我们在这里很谢谢你，校长太用心了。校长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我可以翻译。啊，翻译一下，翻译一下，我们。于连华说：“谢谢校长对大家的用心。”你要用行为啊！烦死你了，你不要走。还没呢，我这还没，快点啊！我特写。他的记忆体还没满。是，还有四个小时哦。哎呦！一年啊。我们自工团感情真的都是很棒。
罩很脏，身体内脏。那一直现在放在我的桌子上。也很多回忆哦，那时候好多人哦。你说的上次约你要出来。好了好了，可以。不用下次了，你有打你？大家都有听到。有，那边有录影。很潇洒，你快点出来啊！好了啦。好啦，谢谢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师傅。那我们呢？那就这样子啦。我们再带两个，这样好了啦。这个蛋糕校长你带回家。没有，我想我有吃这些，还有这么多东西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那我想问到前面来，那我们一起合照一张，好不好？哎，没有嘛。好啦，前面有问，但是可以分析。